冰上雅姿，能够跻身世界三大花样滑冰的表演品牌。每年在两岸四地巡演，都是大家一路支持的结果。你们觉得今天的表演精彩吗？是啊，下半场刚开始，我们就做了特别的创意，将西方的经典爱情故事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和东方的《梁祝》结合，营造蝴蝶飞天的浪漫场景。这就是冰上雅姿的魅力。是啊，下半场的节目将更为精彩。首先欢迎中国女子单人滑新秀，在今年冬奥会深受大家喜爱的李子君。